嗨一下就会学会吃东西了。我懂。宝宝啊，还要吗？宝宝还没有饿啊。啊，吃这么多已经很厉害了。我们吃到不吃为止哈。啊，吃到不吃为止好不好？晚上我们拉一条大便出来，不是一蹼，是一条的。不是。啊，哇，好厉害、啊！看来宝宝喜欢吃哎。嗯，抓了盘子看，抓了盘子不肯放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要吃。嗯？哇，抓了盘子不肯放，现在。啊。喜欢了，喜欢了，喜欢吃这个。啊啊！吃饭，喵喵喵！喵喵喵！哇，好乖呀、啊！那你不要吐出来，当初你乖。哇，抓了个盘子不肯放手，你看。什么？别推我的手呀！啊！哇，宝宝太厉害了！有没有吃下去？嗯，你擦一下嘴巴、啊。好像 my daddy 已经完全变成米糊布了。宝宝，啊啊。从小养成站着吃饭的习惯。你是坐着吃呢，站着吃行吗？行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不要影响我工作呀，你挤在我手上干什么？宝宝，你抓着我的手干什么呀？啊，这样子会胃歪掉的。啊，看妈妈在认，欢迎妈妈在认真的喂宝宝。为什么连名带姓？哎，嗯，不要着急，你看你吃的满脸都是，还要抢那个汤匙。哦，没事。为什么哭？哎啊！可能是我喂的不够快，宝宝吃来不及了，他就哭了。宝宝边吃饭边做面膜。哎，不要那么着急，饭马上就来了。啊！他还挺喜欢吃这个的。哎，宝宝，你不要那么着急嘞。
你怎么在宝宝吃饭的时候打喷嚏？哎，搞到鼻子上去了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不要着急嘞。啊，看来是不够吃哎。吃一半，跳一半。哎呀，看来宝宝的食量挺大的哎。现在吃的挺好的，吐出来比较少了。宝宝，你为什么老是还要吃手？啊！好吧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他吃来不及，就要赶快把手伸进去。哇，他会转嘛、啊！人家宝宝是天才。你看，吃来不及就要吃手。好吃吗？他用很渴望的眼光看着你。手好吃吗？宝宝，手有米糊好吃？不会吧？哎，好吧，我们吃这个，我们吃米糊。哎，不吃手了，手没有米糊好吃。不要这么迫不及待啊！我们把小手移开，吃这个。好嘞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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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不要吃手哎。怎么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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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高兴啦？哦，不高兴啦，不高兴啦！哦，不哭哭啊，不哭哭！哦，我妈妈喂你喽，妈妈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！啊！好像掉出来，可能这样吃不下去，要向后仰才能吃得下去。这样子裤子掉出来会一点出来，都是会掉出来的，小朋友都是会掉出来的。好了，是不是累了？不吃了。哦，露出庐山真面目了。还吃吗？不吃了哈。哇。怎么啦？好了，哦，好了，我们在，在这里，啊，你看看，抓着我的汤匙，宝宝，我困了啊！你看啊，看来他不吃了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拿开了，要喂他了。哎，不要放那里，你可不可以停下来？不要录啦！你要我放什么地方？放在那边，你放在他放屁股的地方干什么？哇，宝宝今天有新玩具，你看看新玩具，多好啊！啊！妈妈要不要拍他？我要吃东西。那你等等拍它吧。呀，宝宝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
嘻嘻哈哈呱呱呱呱宝宝你好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宝宝在跳跳舞。你好你好，跳跳跳，宝宝跳跳，拍不到全身的，他为什么不会录了？啊，会了会录。